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四月十二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提醒在俄中国公民，绥芬河、波格拉尼奇内口岸旅检通道四月十三号后继续临时关闭。另据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当天通报，通过莫斯科弗拉迪沃斯托克绥芬河路线输入黑龙江省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一百九十四例。据通报。 四月十一号零至二十四时，黑龙江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二十一例，其中八例首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曾转入隔离点隔离。